约翰二书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不但我爱，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太太呀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这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，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，但盼望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当面谈论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。